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小鹿简肉。自从咱们上新那个天幕还有帐篷以后呢，就一直有小伙伴问我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露营设备。咱们现在还在谈的是露营车，包括那个露营的折叠桌子还有折叠椅子，不过现在是应季产品嘛，工厂是比较强硬，总感觉不太合适，所以说先晾他们一段时间再说。然后今天咱们收过来这个也算是露营的装备，全部都是苏乐制造的一款产品，原箱原件，全新没有拆封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非常板正啊。之前咱们也收过很多这个苏乐品牌的货，像什么电蚊拍啊、风扇什么的，一箱的话里面是有20台。这个品牌的货做工还有品质是非常不错，去年咱们收过很多这个品牌的货嘛，然后反馈还是比较好的。大家看一下，全部都是原箱原件，全新没有拆封，每一个都有这个塑封膜，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。三个颜色非常板正啊，这个货很漂亮。接下来咱们就废话少说，拿到办公室，它是三个颜色，一个颜色拿一个，详细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怎么用。好，我现在每个颜色都拆封了一台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哪个颜色是更好看一些，黑色、灰色还有绿色。大家收到以后呢，全部都是全新没有拆封的，就是带塑封膜的。然后打开以后，首先看一下这个外包装盒，这个苏乐制造是吧，一看包装的话就能知道这个货呢是非常的规矩，三个颜色，黑色、灰色还有绿色，咱们每个颜色都有。然后盒子侧边还有一些这个产品参数给大家看一下，包括这个防伪，然后这个产品名称的话叫灭蚊灯，但是它不单单可以灭蚊，还可以驱蚊，包括当个露营灯、小夜灯使用。电池容量的话是2000毫安，内置充电电池，这个可以刮完涂层，然后插真伪。咱们李小鹿简肉呢，向来是比较真实，全部都是现货，而且是实拍视频，所见即所得。除了这个灭蚊灯本体以外呢，还有这个配件，这个小毛刷，可以刷一下这个灭蚊灯里面这个电网，电死的那个蚊子什么的，那个尸体是吧？还带15片这个蚊香片，因为咱们收过来这个苏乐的灭蚊灯呢，它是可以灭蚊，然后也可以驱蚊。这个蚊香片呢是可以直接放到里面，可以达到一个驱蚊的效果。这个懂得自然懂啊，咱们就不过多说了。还带一个这个挂钩，如果说咱们去户外露营的话，这个也能用得上。它下边是有一个提手，我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，这个可以直接挂到这个帐篷上或者天幕上。如果说没有这个挂钩的话，它里面也有送啊，送这个挂钩，包括这个说明书。使用方法是非常的简单，这个功能呢就是一看就会，它是有照明，然后小夜灯，包括这个灭蚊还有驱蚊，就是功能还是比较多的。里面还有这个充电线，全部都是最新的这个 Type-C 接口，家里面其他的这个数码设备也能用得上。这个线质量很好，而且很长。接下来咱们就重点看一下这个苏乐制造的灭蚊灯的主体。它说是灭蚊灯啊，它功能还是比较多的，可以当个露营灯照明，然后也可以当个小夜灯使用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做工，这个是充电接口 Type-C 的接口，做工很好啊。这个塑料呢也不是那种劣质的塑料，很硬，就使劲用力捏的话根本是捏不动，用料是非常厚实。然后这边是有两个按键，右边这个按键是打开这个照明的开关，一共是有3个档位的亮度可以调节，一档的话可以当个小夜灯使用啊，一共3个档位，3档的话就是非常亮了。如果说露营的话，在帐篷里面是完全够用啊，挺亮的。然后左边是开启灭蚊还有驱蚊模式这个按键，这个发蓝色的灯光呢就是灭蚊模式，它吸引蚊子过去，然后这个电网直接电死。然后这个黄色灯光呢是驱蚊模式，可以把这个蚊香片放到里面，达到这个驱蚊的效果，这个大家应该都懂啊。然后散一下的话就是关闭。我把这个绿色的拧开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内部的这个构造就明白了。拧开以后大家就可以看到，就是中间这个凸起的缠绕一圈电网的这个就是灭蚊，然后可以用小刷子刷一下这个蚊子尸体。然后这个部位的话就是放那个蚊香片，它会加热这个蚊香片，
达到这个驱蚊的效果。里面有送15片啊，大家夏天肯定都用过这种什么驱蚊器啊、电蚊香器啊，是吧？都懂，咱们就不过多说了，主要就是给大家拍个视频看一下这个产品。因为前段时间咱们也收获了一批那个帐篷还有天幕，很多小伙伴肯定会露营嘛，我感觉这个东西还是非常实用的，是吧？当个照明灯，然后还可以驱蚊灭蚊，就在户外的话不至于被这个蚊子咬嘛，是吧？重点是咱们收货回来还是非常捡肉的，查了一下其他平台全部要100多，咱们呢是40多收回来的。这么多功能大家看一下值不值。好，本期的视频大概就是这样，喜欢这个视频呢记得关注一下李小璐捡肉，后续有更多更好玩更便宜的东西我会分享给大家。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